那你们就做你们平常的。啊，这么就好。
想敲这个原因是要看他听的声音来判断，他听声音判断他螺丝有没有松弛，那松弛的话可能会这个可能零件会掉落或发生危险。要看接点没看好，但是这个螺丝没锁紧，它别是比较松还是比较松，声音假如它确实有锁紧的话，声音很硬，然后你假如螺丝有松掉的话，声音听起来就不一样，我敲起来会声音就不太对。前进一段，OK，好。啊，BF落去啊。啊，BF落去啊。好，啊，你试一下，BF哦。好，我试。好，发一声哦。好来。好来哦。好。好。闪杀无自动。后退，前进一段，来啊，我们起啊 ，OK， 我有点牛结缘了，啊，你牛结缘了，哎，最佳男主角，然后最佳男主角哈，杨洁言对吧？那艺术就是安尼啊，好杨洁言。他等一下不是要动态吗？好啊，艺术就好啊。他全部操作，阳光就变。